問題呢有可能呢都係需要啊司長同你嘅上司即係長官講嘅，因為未必係你嘅能力所做得到嘅。嗱，回歸後至今咧，公務員咧係零建築，冇宿舍。咁而最近咧就長官就話考慮，跟住行政法務司亦都同意。咁啊年年咧施政方針咧都話公務員係最重要嘅支柱。咁政府係大僱主啊嘛。政府有責任起宿舍噶嘛？咁呢方面點解決呢？咁今次有呢個報告出嚟，咁究竟政府喺委託呢間我唔知邊個啦做呢個報告時候咧，有冇包括埋公務員呢？如果冇咧，我覺得好失望。公務員全部聽到都會覺得失望，即係得個講個廢話出嚟啊！公務員係最重要支柱，但係行動嘅時候咧。乜都冇，零雞蛋，零雞蛋。咁呢一方面點樣去處理呢？咁第二樣嘢啦，亦都講到呢個口頭質詢咧，關於夾心階層。第二大僱主澳門咧，司長啊，六間博企喺修改嗰個博彩合約，會唔會考慮佢哋亦都要需要承擔社會嘅責任，一定要起宿舍俾啲員工？咁希望啊，司長你帶翻俾啊長官喺修改博彩裏面個合約，起多啲宿舍俾啲員工，尤其是年青嘅員工，好多都係期待。咁而家堆塞曬去房屋局嘅局長，局長好慘啊！點照顧咁多人呢？冇辦法㗎，永遠都唔夠。同埋呢個報告，政府最後你自己覺得對於佢嘅結論，即係佢出嚟個報告之後。可唔可以維護我哋澳門而家個需求呢？港珠澳大橋呢已經完成，不夠將來好多香港人呢就會由澳門買樓啦，啲樓又好貴啦，你夠膽話唔係咩？咁又係加重我哋個負擔，睇得到一層樓首期儲得嚟嗰個首期又高返又買唔到，咁呢個連鎖嘅效應啊，令到整體我哋澳門人呢住唔到㗎。咁司長都放棄咯，即係細嘅地起社屋又好，經濟房屋好，你話太細唔起啦。咁呢度少咗啊一個供應嘅辦法。咁當然你有個難處，我亦都唔會同你去拗呢樣嘢。但係整體嚟講，政府預留土地俾公務人員起宿舍咧，司長你真係要話俾長官講呢樣嘢唔能夠。無理求推出去，一個推一個。